20捆，这得干到天黑。我们要不要把它搬回去？我们能搬回去吗？我们试试吧。试一下。啊，你俩抬得动吗？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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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俩厉害。这一串得多少斤？比 H 都重，40-50斤我估计。一会儿咱俩抬一会儿啊，小心别崴脚，你们俩啊。呀，哇，真的好重。我们就当减肥了，这是一次特别难得的机会，还可以减肥，可是好累。缓一缓。我觉得它跟萝卜差不多，可能比萝卜还沉。一鼓作气，胜利就在前方。哟，弄回来了已经。啊，我们特沉是吧？对，太重了，你又回来。这第一挂是吗？对。饿了吧？有一点，太费体力了。还好吧？很沉吧？真的是挺沉的。OK， 走。哇，你们这是。更沉啊，我们这更沉啊，比我们那还沉，沉多了啊！哎呦，一二三，哎哎哎哎！啊啊！哇塞，特沉是吧？你小心腰啊！啊，这块也太沉，我手到现在还在抖。我是太多汗了。我这去又湿了是吗？对，太多汗了。妹妹，哎，正好来了个筐，是不是？对，对对对，正好我们有香蕉伞了。哦哦，好好好，我们拿了扁担和背篓。哦，太好了。这伞呢，那是放背篓里好。放背篓对，别可惜了。我觉得20挂吧，真的不容易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的重量啊。不比萝卜轻呀，快点拿一下，我抱着他，先抱着是不是好一点？不行，超重。哇，走吧，可以吗？这样咱还有几趟啊？20挂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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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管，你走，我看看。你们是怎么回来的？还是扛回来的？你们怎么扛回来的？这么沉，你们俩。而且我们那串还特老大。太厉害了吧，你们也。四季之最，这最累这个。就让我赶上了。真是让你赶上了。来，给我。来抱他那个。对，这个咱俩一人一半。我来吧，我来。谢谢，没事。我们的手心全是香蕉味道。你行吗？行，给我。没事。来，咱俩拎着，拎着就好了。来，我来，何老师，咱们接力。呀，走。啊！沙溢哥上次来的时候有这么累吗？没这么累。但也干活哈，也干活。香蕉真的原来这么沉的啊！我感觉腰不行了。喝点水歇会儿。要不我们摘椰子吧？又改椰子了，改椰子。